嗨，我是林冰，在日本。不知不觉我回国已经有三个月了，因为每一天都很新鲜，时间过得也是飞起，夜晚和清晨交替，见不同的人，谈不同的项目，感觉啊要比在日本还要辛苦了。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反而变得很少。当然我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再累呢也会留出早上洗脸的时间跟自己进行心灵的对话，内容还挺中二的，就是跟昨天那个旧的自己告别，跟今天这个新的自己打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平，在日本。今天我们这个 vlog 在开场那么长一段都是旁白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看一个日剧，叫做《大豆田实和子和他的三任前夫》。他的这个日剧里边全部都是大段大段的旁白，好像主角就是面对面就跟你讲他的故事一样。就他是一个日本40岁左右的这种主妇，也有女性的这种中年危机，小日子就各种各样的烦恼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吐槽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笑点，看着是特别特别的开心，但是仔细想想就特别特别佩服这个女主角，如此如此的乐观，就我觉得好像自己一样。我在看这个日剧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能放轻松，能够放慢拍子，如果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，睡一觉，然后洗把脸就能过去，要始终保持那种乐观向上、随遇而安的精神。这种想法还有这种气质，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还应该保留的，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剧啊。话说回来啊，我这次回国，真的是把自己安排特别满，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商品。上上周呢，我去了那个海南的消博会，上周呢，我去了上海的美博会，感觉这个产品啊，真的是扑出来。就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也已经相当相当厉害了。作为一个呢给大家介绍日系生活方式的博主呢，我也在想啊，这个日本的产品它的优势究竟还保留了多少。后来我想到一点，我觉得日本产品它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优势，就他们的品牌都是非常长时间的，这种长时间的积累啊，首先它的信誉，然后它的一个研发能力、安全性都是通过时间验证的。就像我刚刚洗脸用的那个山科洗面奶，这个洗面奶呢，资生堂旗下的，已经在日本保持了12年的洗脸部门销售量冠军，在中国也是卖的也是很好的那种。我是在什么时候用的？就是2010年的时候，我曾经就用过。就这么多年啊，我可能用过很多很多洗脸的产品，但是我家里肯定还是会能找到这一款产品。然后它又出了很多新款的产品，就比如说有一个白色包装的美白款，它不仅能够深层清洁，而且能够去除角质，提亮肤色。还有一个粉色包装的，就是加入胶原蛋白的，这个保持肌肤弹力的款式。我记得第一次用它，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印象深刻，就是它的泡沫，就像他们现在中国和日本都已经换新包装一样，它的这个新包装前面特别明显的把自己的泡沫给加进去了，它的这个泡沫特别的浓密，然后特别的弹，特别的好打。然后洗脸的时候就是手和泡沫再是脸，就是那种三明治洗法，不会让手指跟皮肤有过多的摩擦，能够保护皮肤。另外呢，就是通过这种很浓密的这种泡沫，能够把脸上的污渍还有毛孔当中的污渍清洗得很干净，洗完脸有一种爽快感，但是皮肤没有紧绷，很滋润。同时有一点特别厉害的，就是新款里边加入了滋润导入技术，洗完脸以后皮肤是非常透亮滋润的哦。其实我记得一个日本的美妆师大师啊跟我说过，他说女生在洗脸的时候，她不光光是洗去她脸上和毛孔里的污渍，她其实也是洗去身心的这种疲惫和焦虑。所以我就推荐大家
在早上和晚上，如果你是两次洗脸的话，一定要稍稍注意那么一点仪式感，跟镜子里边自己呢做个交流。不管是你昨天有失败也好，焦虑也好，不开心也好，一觉睡完，你第二天你都应该能够用一个崭新的自己去面对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时间洗不掉的。而且你会发现你洗完脸之后啊，自己真的是很可爱很漂亮啊，要多多增强自己的自信。另外我推荐大家就是在选择产品的时候，可以选择这种在日本在中国都受欢迎都有人气的这样一个产品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小 vlog 就到这儿吧。拜拜。